每天做五题，第一题 Let's go swim， 我们去游泳吧。 Go swimming，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，所以这空填的是 swimming。 第二题 My parents can ping pong well， 我的父母亲乒乓球能打得非常好。注意一下，在这里 can 它是一个情态动词，在情态动词的后面要加动词的原形，所以说这空填的是 play。 第三题 I want give him a book， 我想要给他一本书。 want 后面要加 to 不定式， want to do something， I want to give him a book。 第四 She often tells interesting for us， 她经常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。讲故事固定搭配 tell stories， 在这里要用 story 的复数形式。 story 名词变复数需要把 why 变成 I 加 yes。 第五题 You are very good at， 你非常擅长的唱歌。注意下这里固定搭配 be good at， 擅长做某事，一个是后面加名词，假说要动词的话要用动词 ing 形式，所以说这空填的是 sing。 今天的内容你都学会了吗？